本周推荐视频：网友恶搞李天一航空公司超温情广告，四分钟了解中国床上文化；乡村励志 MV 够坚强；交响乐版《西游记》，华妃猫甩鳄鱼两巴掌。网友恶搞李天一，这位李天一同学堪称坑爹典范，打人又是强奸的少年，据说才16岁。不管你信不信，小编没法信。哎，我爸李双江哎。啊，哦，原来又是李公子。是才听得网友讲，李公子真是不寻那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宾馆局中耍花枪。若无有老爹这样的好榜样，焉能有你海淀银枪小霸王。我爸李双江哎，哎，我有两杆枪哎。哎，这位姑娘漂亮，穿着军装歌唱，摇摇摆摆，将军歌唱家在身边晃。这面子是鱼呀，钱是熊掌，钱是熊掌，他们笑贫不笑娼，这欲望还在蹭蹭长，我这兜里头仍然空荡。本周上榜视频：网友恶搞李天一，上榜理由：缺什么都不能缺家教。航空公司超温情广告，用心的关怀才让人感到温暖，国内的航空公司应该好好学习下。すいません、グラスをもう一ついただけますか。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奥様のお食事はいかがなさいますでしょうか。本周上榜视频：航空公司超温情广告，上榜理由：用心才能暖人。你幸福吗？四分钟了解中国床上文化，你幸福吗？哎呦，脸红了。不过确实该多一点这样的公益宣传片。5.5%的男性有多个性伙伴，其中已婚男士占86%，也就是说，10个已婚男人中有3个半有出轨经历哦。而相比之下，女性也不甘示弱，出轨率占23.9%。就这方面来说，离婚率最高的美国和我们比起来，也不禁黯然失色。52.3%的男人心爱时间坚持不了10分钟，15.7%的男人担心自己布局，3%的男人需要经常服用药物维持性功能。看来中国的男人们在这一方面也并不太强呀。
可即便如此，26.7%的男人一生中拥有10人以上的性伴侣，质量不行，数量还得跟上。男人们对性如此狂热，女人们却对性事没那么热情，甚至连性知识都普遍缺乏。数据显示，50.3%的女人是勉强自己与伴侣做爱，只有14%的女性会主动要求对方性爱，17%的女性不知性技巧为何物，甚至有1.3%的女人认为性没有必要。每年中国人因流产1300万人次，居世界第一。25岁以下占50%，大学生是主力军。大学中，平均每5对情侣中就有1人怀孕，86%的人选择了人工流产。每年寒暑假期间成了人流手术的高峰期，8月也被称为暑期学生人流月。性。本周上榜视频4分钟，了解中国床上文化，上榜理由：幸福指南。乡村屌丝励志 MV 够坚强，屌丝青年办文艺，主角也是打酱油，比剪刀手的老大爷才是正角啊，有木有？本周上榜视频乡村屌丝励志 MV 够坚强，上榜理由：真男人要够坚强。我们看过你的咪咪，这首三俗小黄曲，黑店好莱坞女星没露过的那位好得意呀、啊、Nicole Kidman and Eyes Wide Shut, Marissa Tomei and the Wrestler, but we haven't seen Jennifer Lawrence's boobs at all. With Hilary Swank and Boys Don't Cry, Penelope Cruz and Vanilla Sky, and Kate Winslet in Heavenly Creatures and Jude, and Hamlet and Titanic, and Iris and Little Children, and The Reader, and whatever you're shooting right now.男子在冰雹中保护自己的车，这简直是在用生命来保护车子啊！哥们儿，你不怕事后发现趴错了车子吗？外国交响乐演奏《西游记》，经典总是要在恶搞中重生，小编要笑阵亡了。霸气华妃猫不好惹，连甩鳄鱼两巴掌。啊，这就不让听了，我来这些个 video。अभी बिल्ली को नहीं चुमा मोटा इस लग रही है, गई। विशाल देख, विशाल देख। Krabby, oh my god! क्या सीन है, देख, देख, देख। That's superb. Oh wow! ये कैमरे में देख। Super, Krabby, look at him. Gangnam Style! Gangnam Style!
酷派客最热榜火辣辣登场，广州驱博大火，拿着手机追问军车司机，军车是用来拉女人的吗？怒吼的驱博一拍成名，是用来兼拉老人拉老婆的吗？你可以这样用吗？纳税人的钱你可以这样吗？我不知道什么事，你回答一下我好吗？哎，是吧，你身为一个人民军队的战士，你能够这样吗？你不要管我，我说我是吧，你能够吗？干嘛你干嘛，你动我，你试一下动我，我就是监督工程师用的，我你试一下。不想开学的理由千千万，被狐臭吓到的小哥也是一语惊人。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可以。因为我的室友有狐臭，而且他们夜里打呼噜，而且他们总把脏内裤扔在床上。因为开学会有很多很多考试，还有写不完的作业，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有107天就要高考了，开学让我非常恐惧。小姐培训课视频外流了。这儿可没有色色的东西，想到高端专业，强势围观吧。其实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very easy， 是吧？他们都是要告诉你如何把自己推销出去，啊，要营销自己，如何去吸引啊最高端的客人、优质的客户，啊，彻底摆脱那些屌丝男的骚扰。比搞怪，本周还有谁能 PK 得过 Olivia 果同学呢？这一扭腰一翘腿，印度舞实在高。一把木吉他，神一般的弹奏，瞧这手法，这速度，膜拜吧，少年们。屌丝大逆袭，翻唱正当时，甭管是什么李玉刚，还是李双江，还是神婆龚琳娜，瞧瞧咱们的拍客牛人们翻唱大逆袭，我有我风格。那微波箱远离真爱，魂断红颜，爱恨两茫茫，问君何时也。我们的爱爱爱爱爱，你不想让我们幸福吗？自由自在，发汗你不懂爱，雷锋大会掉下来，我们在一起永远不分离。怎么样，精彩吧？你也别等了，赶快开拍，让你的视频也来火一把。